明朝靖泰年间，宦官专权，在京城设立12监、13库、4司、8局和24衙门，权倾朝野，其中以负责情报监察部门的东厂，最为嚣张跋扈。 为了对付异己，不惜用重金去各地招募了一批凶悍死士，组成一支冷血黑旗战队，秘密加以严格训练。 东厂又设有军器部，专事设计各类新颖杀人利器，更利用死囚做实验。 上天天良的狗贼，上下不得好死！出来！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们不能随便杀人。还有你。 射雕剑，全尺照勾践。 太监曹少卿自任东厂督公，上挟天子，下令百官独揽大权，在朝中极力排除异己，一心建立东厂王朝。曹少卿在东厂私设公堂，稽查朝官民情，凡有敢于对抗者，即刻抓进东厂，酷刑致死。世人说起东厂，谈虎色变。 腥风血雨，笼罩着大明天下。他是什么人？禀督公，他就是兵部尚书杨宇轩。犯了什么事儿？杨宇轩4月初8向皇上呈交一封谏书，弹劾东厂，请求圣上关闭东厂，惩办督公。禀督公，杨宇轩的谏书在此。杨大人。 呸！你是专门找我的麻烦的。我们东厂太监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，你这样谗言诬告和我作对，你不怕掉脑袋吗？宦官不可参政，是明太祖的遗训。你们私设公堂，滥杀忠良，涂炭生灵，还敢蒙蔽皇上，天理难容。还嘴硬，行刑！
杨宇轩，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，交出兵权，哼，我就饶你不死。你们这帮乱臣面党，胡作非为，没有皇上的手谕，休想我交出兵权。要圣旨，来人呢，咱们给他写一张。曹少卿，你竟敢冒充圣上！咬舌头自尽了。杨宇轩官居一品，我们得要定他一个罪名处死，对皇上才好有个交代。屯兵关外，图谋造反，明儿早上拉出午门斩首。遵命。承运皇帝诏曰：犯官兵部尚书杨宇轩屯兵关外，图谋造反，皇上有旨，午时斩首行刑，钦此。曹少卿将杨宇轩满门抄斩，却故意留下杨宇轩一子一女作为活口。同年秋天将之发配塞外。曹少卿借狩猎为名，秘密调动黑旗战队出京跟踪，企图把杨之亲信一代名将周怀安引出，加以歼灭，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。什么鬼地方，连棵树都没有，晒死了。菩萨在上，我邱莫言以此剑发誓，定要将杨公的子女平安救出。一切都已经准备好，请上路。走。
要出玉门关，必经池城、拙镇、西谷三地。你们兵分三路，我坐镇中央，布下天罗地网。大军已交命令完成部署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从这里出玉门关，必经池城、涿县、西谷三地，地势险要。照我看，曹少卿一定会把大军埋伏在这里，而西面是一条干了的河床。我们就兵行险中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好，就从这儿杀过去。都公周怀安他还没有出现。周怀安一直是杨宇轩身边的爱将，他之所以能够坐镇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完全是杨宇轩一手推荐。用这俩小的做饵，不怕他不露面。给你喝。嗯。大叔，能不能给我们点水喝？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过来。啊。张开手。好。谢谢。嗯。别急，慢慢喝啊。姐姐，你喝，我不喝，你喝吧。嗯。有人来！快点放人，关闭南威，不放杀了你！慢着，我们是来救人，不是来杀人。要杀，就杀东厂的走狗。你们把孩子放了，跟我们走吧，不然东厂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别跟他们废话，还不快点打开枷锁，听见没有？姐姐，小弟，你们俩护着孩子，撒欢子，叫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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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些只是虾兵蟹将，大雨还没有出现呢。督工，救两个小崽子的人终于出现了。子母剑。督工，这个人不是周淮安，周淮安不是这种江湖功夫。弟弟，我们平安了。嗯。周淮安工于心计，调来的人都是些江湖草寇，先把他们放走。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是龙门关，已经和周淮安说好，在龙门客栈会合。我们带着两个孩子，后面有东厂的追兵，我看还是走天龙山顶的小路。就照你说的办。杀嫂围是大道，易守难攻。常言笑，带队锦衣卫封住这个出口。遵命。玉门关山势陡峭，不宜大军行走，派两队骑兵守住各个山口。这里是龙门关，龙门关是出关的要道，传令戍兵马上封关。你们沿河床往西封查所有边关路卡。督工高见。去吧。遵命。我的小呀，金莲呀。
进来，进来。嗯，真他妈热。千户大人，今天这么早啊？怎么来早了你不高兴啊？不敢不敢，边关可全靠您镇守，能伺候您是小人的福气啊。伺候着。是是是，小的这就烫酒去。大人，酒来了。好，三两的名字没起错，一道准三两，滴水不涨。过奖过奖。酱肉包来了。嗯，掌柜的呢？在楼上，他和客人谈的小买卖。你把我这儿当成什么地方了？一抹红，我可是开店不卖身的。你看错人了。我没看错。来，你们男人个个都这么心急，说要就要，要完了就走。别再说了。瞧你急的。我要啊，我想要啊。你是想要出关呢，还是想要人呢？我两样都要啊。没这么便宜，也不掂掂你的分量。啊，相思柳叶丢了。送你出关得一百两，送你上鬼门关得四百两，你叫我金镶玉怎么做？啊，干饭的和满肉包子有选择了。完事儿了。呸，还吃羊肉呢，有火没出息，憋死你们这些光棍。哦，那我借你那个地方借借火吧。借你爹呀，我操。光棍。老子不吃羊肉，吃你。吃你爹个球啊。我不吃我的，我的比你爹的大。我操你。这个是谁呀？见着男人心就痒，老子还没吃上呢。新鲜的你早吃过了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了？长得不错啊。他是通缉犯周怀安，以前是禁军教头。嗯，小白脸居然还是禁军教头，看不出来哦。嗯，小白脸中看不中吃，得罪了东厂人，头都保不住啊。东厂？是啊。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别乱说话啊。哎呀，这个一抹红的人头值五百两。啊，哎呀，小黑子，叫厨房刁不玉杀猪留下个头啊。想猪想羊就是不想我。敢摸老娘屁股不怕教坏那帮龟儿子。嗯，裙子上怎么有血？没有啊。这是什么？是撞红了吧？没见过，回家问你妈去。我妈早过顶了，回去问你妹妹去。去呀。我就想问你。过来呀，打得你见红。哎呦呦，别客官，住店呢？我们要三间上房。好，好，好，先坐下来歇一脚。孙子，招呼客人。哎，三间上房。上月都不是这个日子，说来就来，下次早点说。回营了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客官，我帮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啊哈。这边干净，不靠窗户，没那么大风沙。有什么现成的，全端上来。来点酒吧。地方是我的，货
也是我的。你们要是乱了规矩，以后就别到我这儿来销赃卸货。操你爹！八方风雨比不上我们龙门山的雨，怎么说？这大晴的天儿哪来的风雨？哦，看来几位是远道而来的了。哎，这位客官打哪儿来呀？哈哈，我们打梧州来。哦，到哪儿去啊？化面州。打算住几天？明儿就走。哦，包子。接着。接了。这些人来路不明，不白不黑的，可要多留点神呢。一个是官差，一个中了箭。那个穿黑衣服的汉子是他们的头。那是个女的。啊，女的。凡是不正眼看我金镶玉的，肯定不是男人。肉不对。什么肉？反正不干净。不尿你！操你爹！没有金疮药，有你妈了个巴子！哎，天黑了，点灯啊！掌柜的，包子馅儿什么肉？十香肉。什么叫十香肉？哟，客官走南闯北的，没听说过吗？梁山伯的孙二娘卖的就是十香肉啊。孙二娘开的是黑店，我开的是龙门客栈。我看你像母夜叉，是吗？小女子金镶玉，哼，可惜玉在匣中叹，金钗土里埋。哎呦，您说的真好，天底下名不副实的事多着呢，虚有其表的人就更多了。色嘛，你也有两分姿色嘛。哼，可是我看你比你看我看的要通透啊。让我看你看得通透一点儿。
可惜这些东西姑娘不稀罕，叫几个男人来看那才热闹呢。呸，你以为我金镶玉怕男人看呢？哈，老娘玩过的男人比你见过的还多呢。瞧你这样，恐怕连蜡烛都没点过吧，是不是厨啊？哈哈哈八月十五庙门儿开，各种蜡烛。骚娘成天想着男人，你在房顶上点蜡烛吧。白蜡烛白，小妹我一把钻不过来。哪来的蜡烛啊？你笑什么笑？请问龙门客栈在哪儿？我身上就是龙门客栈。哦，你就是老板娘。哎，叫我金镶玉。金碧生辉玉玲珑，好名字。那我人呢？有空房吗？哎呦，好潇洒呀，做买卖的。我要间房。啊，要住多久啊？怕我不给房钱。嗯，是怕你不辞而别。八方风雨不如我们龙门山的雨。龙门山有雨，血缘户下山。原来都是一个道上的，以后要经常来往。萍水相逢，以后各方面还有你多关照啊。那要看你的蜡烛亮不亮了。这就是小店，客官里边请。又当家的，今天改穿番邦的衣裳了。还说呢，早就你们洗那块幌子齐了。你瞧瞧，弄我一身都是土。你这个一定是女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不是说凡是不正眼看你的，肯定不是男人吗？这个可不一样，他眼睛是没看，心里可看了好几遍了。他心里不像看着你啊。这次我又可以听到你的笛声了。干活去。对，别再捶破阵子了。张书记。哎，好孩子，你们受惊了。这位是贺户。这次承蒙各位江湖兄弟拔刀相助，周淮安感激不尽。叫犬齿倒钩剑，东厂日夜赶制的杀人兵器，全都是置人于死命的，大家要特别小心。我们什么时候带孩子出关？越快越好。衙役兄弟，这些银子你收下回家去吧。周大，这可使不得。哎，这间是黑店，龙蛇混杂，收拾好行李离开这再说。掌柜的，早知道你要来，真不愧料事如神。
佩服。要你奉承。我来问问天气。进来坐吧。好清静的上房啊。哼，这种荒山野岭的地方有什么上房啊，土房子罢了。客官喝什么茶，龙珠还是土茯苓？这是什么花儿？好精致啊。萝卜花啊，难道还是雪莲花啊？冰山才长雪莲花。喝茶。你想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晚上就走。我怕你走不了。为什么？大漠的天气你不知道吗？那还得老板你指点一下。现在是黄梅季节，天气说变就变，就算大晴天的都会转眼下大雨刮狂风，你就算出去了也到不了关口。纵横这30里，只有我这一家客栈。不管是下雨也好，晴天也好，还不是都在你心里？那要看是谁了。电不留人，雨留人，多住几天吧。风雨多变幻，住店早看天。想不到你还是个有心人呢。哎。一次生，两次熟，以后还要多关照。那你还要走？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。吃肉票吧。还请掌柜的指条明路。那要看你想走什么路了。走明的呢，边关的千户大人跟我是朋友，哪个都得给我金镶玉三分薄面，说不定会有办法。如果你想走暗的呢？哎呀，嗯，给我看看。嗯，看什么？金枪刀柄最无情了。嗯，掌柜的，大家萍水相逢，我不是知恩不报的人。那你晚上来报吧。今晚我要是走了呢？你走不了，我等你。顶住！我风太大，顶住！报你爹的蠢货！门栓哪顶得住啊？快搬桌子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呐！开门！快点！哪个狗娘养的？刚关上就叫开啊！不准给他开，叫你临死！快点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敲敲敲敲敲你娘的丧门心呐！你要再敲啊，老娘就……别进来啊！饶了！敲那么久都不开门，不做生意了。工厂三大当头到了，这次麻烦可大了。我操你爹！我的账本全湿了，不见回头死人的还不关大门？快关大门！快点！老板娘，叫你呢。叫魂啊！没看见我在忙着。哎，有上房吗？没有了，满了。麻烦你叫他们搬出去。我这个人呐，愿意就一百个成。吴老高，我要不愿意啊，你一百把刀架到我脖子上我都不成。拿走。反了你！你敢？我们是做生意的，钱我不在乎，最要紧的是住得要舒服。我也是做生意的，钱我也不在乎，你们这一来就把姑奶奶这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那你算一算，看看一共损失了多少，我照价3倍赔给你。上房吗？还有一间啊。风雨这么大，看来走不了。等雨停。
把行李搬进来。我这儿房少客人多，你们想住几天？天气难测，这金子你看能住多久啊？这么大的雨赶路辛苦了，客官喝茶。哦，金老板，这几天有没有生人来投店呢？你是来找人的吗？好，我们行商做买卖的最怕有麻烦了，我不过是行船问路而已。喝茶。要是有麻烦的话，我还敢在这龙门关上开店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！啊，老板娘，这茶真特别。嗯，茶没什么，喝者有心吧。家公，你说周怀安会走这条路吗？嗯。去摸摸底。小黑子，小黑子，当家的。哎呀，我还没说你们怎么就动手了呢？到处都是人影，但是不是我们这边的。你们四处看看，小心钱箱。哦，年头真他妈乱，贼都有防贼，我操他的！阿哥，为的是娘你呀，阿弥有一颗不死心。他在那哼哼什么？他是个大子，在哼大子歌。我分你妈这个灯啊，分你律师还是灯，挖你的双眼，剥你的叫你看不见，剥你的皮叫你没衣服穿，你莫名哥，我粘你律师还是粘你的头，叫你活不到明天，气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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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粘粘粘，这小子比我们东厂还狠。上面有人，别管，雨停就走。谁让雷劈了？我们都在这儿。哼，劈得好，劈你妈的祖宗十八代！老天爷有眼。少庆和周彪呢？局长，哎，家公，下雨容易留下脚印。这么大的雨，我们走不了，他们也走不了。对对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过太平日子？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急也没有用。哼，这要看天行事。我等不了了。哎，小声点，一会儿那帮燕林杀进来了，让人家关门打狗啊！后虎，钱我没亏待你，江湖要有江湖的规矩。秋姑娘，我们这班兄弟在贺兰山一向出入无挡，是在刀口上发财的。这次为了帮你救人，已经耽误了不少的买卖，何况在官府面前露了相，他妈的，为了做好人，我们连老本都赔上了。好，那我补钱给你。
几位客官昨晚睡得好吗？废话。哎，几位请那边坐。顺子，招呼客人。哎，伙计还不上菜？啊，就来。周彪和少庆有下落吗？怪了，连尸首都找不着啊。嗯，活无人，死无尸，这事儿有些蹊跷。顺子，上包子。哎，掌柜的，我们不要包子，来只烤羊。烤一只羊。你们这儿有烤羊吗？有。坝上大肥羊，昨晚的刚宰的。我们来两只。哦，要两只，就来就来。搞了一宿还不够，一大清早又来了，别愣着磨刀去。仁兄，这位仁兄好相貌，天庭饱满，地壳方圆，印堂发亮，面带红光，您要有一副好运呢、啊。程先生贵言，不介意的话，想借仁兄贵掌看一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呀！官运泛红，时运通顶。前两年有一步官运，做点小买卖，现在在哪儿发财啊？哪儿的地不平，我就去铲铲；谁家的树疯了，我就砍两刀。怪不得仁兄这条官运有点散呢。小弟没有当官的福，我看仁兄倒像是做官的相。何以见得？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有穿官靴的呢？仁兄，最近京城里头出了件大事儿，您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出了件什么大事儿啊？兵部尚书杨宇轩，杨大人叫人给杀了。哦，不但杀了人，还要国草悬尸，满门抄斩。兄台，您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真的？不好说啊。哎、好热呀。嗯，哎，大人啊，哎呦，不是，老爷啊，你帮我看看他命中有没有带桃花啊？他是掌面带子纹，两眼带桃花啊。哦，杀杨大人的，就是那帮吃人不吐骨头、长头没长尾巴的混账。好热，凉快点儿，凉快点儿。哎，喂，爱点蜡烛的，这银子赔给你，拿去买张新桌子。哼，我还怕不够呢，快上菜呀、啊！等什么死人呐、啊？喝完酒嘞，撒泡妞啊，大漠里的汉子还没酒，欢迎笑啊！这位老弟，龙肝虎胆，语出不凡，请问高姓大名？浮萍漂泊本无根，天涯游子君莫问。来，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头干一杯。好，我就陪君喝了这杯无名酒。干，请。烤羊来了。掌柜的，我们那只呢？哎呦，嗯，这羊也得一只一只的烤嘛，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哎呀，一边一半吧，调虎爷。哎呦，我打呀，这打了啥？这今天能天天喊的吃妈咪，啥事？给我劈开这羊，一边一半。这么家吗？还这么家？管他横竖呢，摊开就行。老张。冰糖葫芦不吐手啊，春眠不觉意思小，我的袖子缩小啊，人我人我到处说啊，我把大雨放下，我今天我的神气啊，人人疼那个一阵阵啊，一阵阵我的后悔，我的袖子今天那我也后悔。不知道他们和这间黑店有什么关联，把他们抓起来吧。我看未必能抓得了，今天晚上我去摸一摸。大喜大喜，雨停了，可以走了。
你这么慌慌张张的，一定会被他们知道的。现在目标太大，而且外面的情况没摸清楚，我们还带着两个孩子跑起来没他们快。这里既然是黑店，就一定有密道。今天晚上四处找找。刚才好险呐，要不是我摁得住，真打起来损失可就大了。哎，不能喝，有蒙汗药啊，喝这杯吧。来来来，我们今天晚上啊，今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你们这些人，全都是笨蛋。这间黑店一定有密道，今晚必须查清楚。我们的位置呢是在中间，二楼的房间呢，贺虎、铁柱，你们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，挨着查，一个也别落下。注意，贾婷这间房是个死角，只有正面一道门。好，那我去。这干什么？你三更半夜跑人家房里干什么？我吃你最好少理。客栈是我的，人在我店里住着，要是出了人命，谁负这个责？你店里出的人命难道还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底细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，你可别逼我吹灯拔蜡烛。你是什么人？贼有贼路，官有官路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现在我要借你这条路走一走。怎么个借法？你见过两个孩子吗？他们是绑票。绑票关我什么事？一千两干不干？要人命啊！我用不着你动手，只要你拖住这伙绑匪一宿，其他的事情不许你插手，怎么样？依你啊。你武功好高啊！答应我了。吓得好，到床底下睡吧。Thank you.
外边这么冷，这么晚了还出去逛沙漠？这店里太热了吗？我怎么不觉得热？地道留在这儿，迟一步险一招，不能再等了。杀出去！呵护铁柱，我和莫言缠着东厂，你们俩带孩子走龙门关会合。淮，你在外面掩护，客栈里面留给我。莫言，你吴兄进来吧。九姑娘，老秦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保护你的安全。谢了，莫言。淮，孩子交给你了。等等，送给我吧。缠着乱打，他们要走就死跟着他们。看秦信火又快烧起来了，收拾好细软，换码头了。真大，把我屁股都吹没了。是吧？看看，大家小心，别让他们趁乱跑喽。哎呦，谢天谢地啊！老爷您这一到啊，雨顺风调，这火就快灭了呀、啊。这么大风还说风调雨顺的啊？哪着火了？你没看见呢、啊？这火正烧着呢。什么地方？哪儿啊？火呀！哪儿啊？哎呦，火呀！哎呦，死人你没瞧见呐！叫他们现行。谁？干嘛还完了？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带这么多兵器？当然又是做生意的喽。用刀做生意啊？哈哈，千户大人，我们是行商的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带几把刀防身呢。你的相怎么这么熟啊？是什么人？说你呢，啊，大人，看来用不着咱们了，坐山观虎斗。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哎，你就是戍边的千户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敢这样跟老爷说话？我们京城东厂，这是家庭，别露身份，是我们的家庭。糟了，这小捉贼不成反面贼。打算上哪儿啊？出关。啊？哎呀，怎么，你不知道这两天军机有令封关吗？没有你们东厂曹公公的手谕，谁都不准出关了。对对。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通缉犯周淮安呢？实在太像了。哎，我可看着不像。那你看这个人头上有颗痣，他可没有。哎，不对呀、啊、我记得好像没有痣啊。对呀，就像那边那个人呐、
来的时候啊，他头上有颗痣，今天又没有了。哎，我早就怀疑他们，好像就是我们东厂要找的人。你把他们带回京城去邀功，哼，算你走运。这个美差，我留给你，这人情你可要还给我。嗯，当然要还。你，过来，看什么看？额头上有记号那个，你，哎，就是你。过来，过来，瞧你贼眉鼠眼的样子，狗头蛤蟆似的，做生意，我眼睛可不沾沙子。小心被人挑拨离间，不许发火。妈的，我一看你就不顺眼。呸！把他们全都给我带回营去。是。哼，走。别动啊，老实。他们的人都下来了。这个钱户镇不住，你看着。三两给老苍穹。官爷，悬赏才一千两，这沓银票每张都是一千两。我这个人呢，最通人情了。哼。不过这几天呢，边关有事，鸟都飞不过去啊。你们在客栈再多住几天，等边关一开呢，我先放你们过去。谢谢大人。哎，动他们什么？快走。周怀安不见了。陆小川，的生我就破你往前拼了，瞅你往前进呐！胡达呀，胡达，好家伙，打你不了呀！三十的，我怪不得三十的，你怎么叫你？哎呀，你看这吃嘛名了，这么高价？哎呀！你望我这么久，是第一次。当家的，嗯，走。他从通道下来。你从通道下来，才肯这样望我。干脆我打开所有的通道，让你望我一辈子。你在这条道上不是一天了，你该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你也知道我想要什么？我给你一千两银子，买条出关的密道。一千两？要一千两，我就不用在那画上点。这么说你不要钱？当然要了，老娘钱也要，人也要。吓着你了吧？英雄美人，千古风流。这么美的东西，哪个男人不想要？不过我也有个条件，我要拜堂成亲。怎么，也吓坏你了？哼，拜你个爹呀！一晚上拜个屁呀！我男子汉大丈夫，明人不做暗事。你我一夜风流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强奸民女呢。嗯，成亲就成亲，这个做聘礼，还给我。摸呀，再往下摸就摸着了，再往下摸拜堂就省了嘛。
来呀。好，等洞房我再来拿。禀督公，我们快到龙门了。干嘛要拜堂成亲？金镶玉的密道是出关的唯一途径。哼，是你才信他的鬼话，我可不信这个贼婆娘。我能跟你们称兄弟，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呢？龙门客栈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，他能在大漠中活着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叫东厂老头做主婚人，是让他难以脱身。然后我逼金镶玉说出密道所在。看到蜡烛放在窗口，你们就把酒杯打碎，一起行动。莫言带孩子冲进新房，压着金镶玉从密道出关。莫言，官场无义，沙场无情，你明白？你瞎说！大丈夫进了洞房，还出得来吗？这话说得对。别以为我为了一夜风流，会将整盘计划前功尽弃。就照他意思去做吧。就连秋姑娘都摸不透你啊？兵不厌诈，越摸不透越容易办。龙门客栈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你这里的日出。外面弄得怎么样了？布置得差不多了。那老头答应吗？应该没问题。当然没问题了，只要你们留下不走的话，老头一定肯答应的。哎呀，我怎么能做证婚人呢？不是兄台那天一语道破天机，小弟哪有今天这番桃花运呢？啊，受之不愧啊！不能做证婚人呐、啊！没错没错，他们都没长辈，你这么多白头发，德高望重嘛！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啊！恭喜恭喜，各位仁兄，同喜同喜啊！今天我请大伙喝喜酒，一醉方休。恭喜恭喜啊！大家不要客气啊！哎，你的伙计好像不大高兴啊，说几句贺词吧。贾某中年行商，漂泊四方，无妻无子，想不到今天在这塞外边关成全了一对天作佳人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你们几个发什么愣啊？今天是人家的大喜日子，我们一起来庆贺庆贺。笑，那笑我说新娘子，别怪我多嘴啊，好男人可不容易找啊，一旦找到了，要千方百计把他留住。说得对呀、啊，郎才女貌，豺狼配虎豹，天生一对儿啊！哎，说得好，我敬老头一杯。人家大好日子，咱们别喝醉了。大好日子哪能不醉啊？来吧，来吧，不是咱们的酒不能喝，小心有毒。哎，硬来！好，我来跟你喝。来，好，痛快，快进新房，别让他们拖延时间。来来来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呦，这么快就洞房？对。我们要闹新房，过得了我这关，就让你们闹新房。好，来就来。哎，今天是好日子，不宜动刀动枪，我们斗酒。拿酒来，家公。喝起来没关系，我们人多。我们人多，喝起来不吃亏。哎，这两坛掺了水的，醉不了，放心喝。喝五碗。你干什么？天下的蜡烛你都点遍了，还装模作样？装也是依着你装的。
我们好好谈谈。你不会是金看不金典吧？我等不及了。魏爷，还有第五碗呢。嗯，来，先把密道告诉我。这么急？今天晚上洞房，你有没有带家伙？我的笛子呢？秃头，我跟你干。好，我跟你喝一坛。没有，带走。上来一下，小心点。姐姐来，小海，哎，小海，我这是带果子，你们吃哈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吃嘞。嗯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。姐姐，你说为什么这里的月亮跟我们家乡的月亮不一样？妈妈常说月是故乡圆，这个月亮没有我们家乡的好看。可是现在我们家乡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平安看月亮，上天对我们不错了。我这个地方行了。当然好了，有大哥你请我们吃水果。吃了。众位小川，我们要来他个人盯人，一个也别让他跑了。提高警戒，小心行事。嗯，想办法送我出去。可以，不过今晚不行。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我一定要走。我跟你说，进了我的房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我说走就得走。金香玉，你帮我这个忙，回来我一定娶你，咱们互不脱欠。哼，你还没占够老娘的便宜吗？贾公公，曹公公的大军就快到了。秋姑娘，这不是水，是酒啊！别管我，看着上面这信号，好像来真的了。我瞧也像。哎呀，生死都不知道，就别管那么多了。还算你识相，给我盯紧点。嗯，是，连尿都不准撒。知道。金香玉房中有密道，周厚安今晚会用密道出关。我就知道有诈，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家公，我们不如用计进去看看动静。嗯，怎么样？用计，好。密道在哪儿？在我身上。找也不难。试试。掌柜的，开门呐。谁呀？贾婷啊，开门呐。什么事啊？我的伙计受伤了，你有金疮药吗？什么事啊？我有个伙计脑袋受伤了，你不是有金疮药吗？今天是老娘大好的日子，有什么事这么急呀？
喂，拿金疮药啊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边。干嘛？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呀，干嘛急着动手呢？过了静儿再说嘛。别坏我好事。我怕你坏了我的好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周淮安想借你的密道跑出去。人家出得起价钱，又肯陪老娘，你出了些什么？那你就给我开个价嘛。十万两。哼，钱不是问题。嗯，只要你肯合作就都好商量。你叫钱我叫人。喂，你可小心人财两空。哼。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又上了两个。我告诉你啊，用我的金疮药可得另外加钱的啊。你跟外边的生意谈妥了？你欠老娘的风流债还没还呢。你跑不了了。贺大哥，怎么不喝了？喝呀，来呀，快喝你爹的球，我要去撒尿。正好我也憋不住了。你急，你先去。吹灯了。哼，狐狸精！大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信号不是吹灯。早把正事给忘了。妈啊，他们是防身的，没事没事，大家接着喝酒啊。这帮龟孙子早有准备，横竖要打，来吧！我帮你。来，这家伙！是周淮安。等等，周淮安，不等了，我们杀出龙门，快进来。哦，正是说呢。别问了，快。别再缠着我。我不信点不亮你这个蜡烛。嗯。接住他们。我让你跑。金香玉，你是东厂的走狗。
不是风沙，是马蹄声，这么快就到了。哎，大家换道走，一会儿汇合。好，是曹公公的舰队。我是自己人。我是自己人。铁柱，何虎，爷爷，爷宝，姐姐，我在这儿。爷宝呢？爷爷，不用怕，姐姐带你们走。你疯了！你们这两个狗男人，茹毛饮血！苍天，我就让你狗血淋狗头！姐姐，姐姐，莫言。莫言，要挺住！曹少卿来了。曹少卿，莫言，莫言，喂，人都昏了，这有个屁用啊！快到我房里来吧，快点！赵碧，快点去找千户，说老娘来，带兵来。风雨我们俩都能死里逃生，世事所逼，人事无常，谁能料到你我是否能一起顶过这最后一关。莫言，怀安，我不该怀疑你。那笛子我无心送给金镶玉，真是没有想到令你一场不安，还好能向你解释。人说乱世莫诉儿女情，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。笛子再也找不回来了，身外之物莫过于此刻之情。哼，我操，猜谜鬼，你还不走？这客栈是我的，凭什么要我走？对了，我忘了，你跟这沙漠一样无情无义。你们也是这沙漠的一部分，只顾着想着自己，有没有想过别人？所以你开黑店？你们这些过客达到目的就走，我们都一样。哼，无情无义。
什么人？刁不云。哎，我也干。救兵来了没有？佛咋了都不来，边关已全部吩咐了。哎呀，这是无情无义的混账！等老娘打完了这帮阉驴之后，再去找他们算账。你回来干什么？舍不得走啊？想不到最后一个留在我身边的，竟然是个鞑子。牛蜜到底开客栈，快走！你的笛子，别人施舍的东西我不要。莫言，你先下去。哎，抓住我的手。走啊，快走。山头有人。我挡住他。金香玉，带孩子出关。你们先到边关去等我，别再耽误了。Thank you.
分散，干掉你跟杨家军，天下间还有谁敢动我的江山？我们是同一阵线，你才孤军作战，操你爹的，都垮你！最大，这条黄泉路是你们自找的。陪我过去。
你会再回龙门客栈吗？当下一批客人来到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忘记我这个过客了。我不像你有勇气面对这个沙漠，我出关了。对，无情无义的地方，走，去找周怀安。